扑克牌一共有几个花色？四个。四个是吧？都是什么？东南西北。那是另外一个游戏啊，是黑桃、梅花、红桃与方块。但是朋友们，也许你们不知道的是，这四个花色呀，其实分别代表了一年有四个季节，春夏秋冬。没错，一副牌有52张，其实也是代表着一年有52个星期。哎，小尼哥，你帮我随便抽任何一张牌。咱俩说好的那张吗？逗你玩呢，没说好，随便抽。对对，随便抽，随便点，就他了。好，可以。帮我在他牌的正面写一个元宵祝福。元宵祝福。我先把牌收起来。来，朋友们，这是一张红桃八。当小尼哥写完祝福之后呢，这张红桃八就变成我们元宵晚会的唯一一张了。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啥都好。我们把这张牌呢放回来。等一下呢，我用4张 A 去找你刚抽的牌。哦，来吧。一、二、三，看到吗？一、二、三，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而且这边真的就是一、二、三、4张。哇！你最刚开始，你还记得我说我用这4张 A 去找你刚才抽的牌，对不对？4张 A 在中间直接融化，变成一张，就是小尼哥的红桃吧。真的是这张。哎，朋友们，奇迹还在继续啊！你们知道扑克牌变到哪里去了吗？它并没有消失，因为它回到了你面前这个空盒子里。你摸摸看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扑克牌又回来了。我知道，可能大家有点看呆了。小尼哥是不是有点呆了？目光已经呆滞。哎，孙涛老师一直这个表情，王宇再给您示范一次。但这一次呢，您一定要看仔细了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眨眼睛啊！我这里有1、2、3、4张杂牌哈，我慢一点。我把其中一张牌反过来，各位仔细看，我只要弹一下响指以后，它会又变成4张 A。朋友们，这里不仅只有4张 A 哦，你们可以看，这里有些乱七八糟的杂牌，对不对？好，每张都不一样。嘿，大家仔细看，我双手什么都没有，每张都是不一样的。吹口气，它会变成4张 K。4张圈，4张勾，4张10、9、8、7、6、5，4、3、2。祝愿全国的朋友朋友每一天顺风顺水。等一下，还没有结束。其实今天呢，准备了一个非常的甜蜜的惊喜。来，这一碗巧克力，你们可以吃吃看，真的是巧克力。来看好了。巧克力吗？对，你想尝，可是又不敢尝的感觉。可以，来，真的。你确定魔术师的巧克力豆能吃吗？大家仔细看好，这个巧克力，哎呦，变成一个魔方。魔方我熟，我为大家变个魔方，小萨快来配合一下。哎，你看我这个魔方，哎呦，完全乱的，这样子一晃一下，看好。哇，瞬间还原，完全的还原，太棒了。那这样吧，孙涛老师，麻烦您帮我回答一个问题，这个魔方你看就像这上面的巧克力，您告诉我您最喜欢什么颜色？红色吧。红色特别好，红红火火。各位看好我手里这个魔方，那就借孙涛老师的吉言，祝愿你们生活红红火火，甜甜蜜蜜。走。